大家好，我是猫谷的阿仁。这个地方特色应该就是猫吧。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打算要营业的，一开始是纯粹就是自己喜欢而弄了这样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单纯的跟他在玩乐啊。那我自己本业是做陶的，所以身边有很多朋友都40-50岁，后来邀请他们来这个地方用餐啊，喝点咖啡啊，喝点茶，然后吃点东西的时候，他们说：“哎，你这样太自私了。”然后我就说：“怎么了？”他说：“你要懂得分享啊，你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你自己独享，你这样不行。”一开始我们养的苏人大概就已经有30几只，那时候是养在自己的家里面，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园区。啊，它是可以自由在家里面室内外自己进出的。那后来觉得说，房间空间越来越小，因为数量比较多，所以后来用货柜屋的方式帮他们盖了一个这样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那这树藤也是我们跟家人一起做编织的，跟爸爸、叔叔啊，我们这些家人亲兄弟姐妹一起来编织，就是让他们可以在树藤上面自由的攀爬。就猫咪在这边生活。然后可以不用担心说，今天如果说弄脏身体啊，或者是怎么样子，需要送去外面洗澡，因为我们里面有美容师，所以会帮他洗。那如果说他们今天受伤了或生病了，我们里面也有隔离室，就是兽医师会定期到这边来做检查跟治疗，所以会一条龙的服务啊。其实很多客人来到这边的时候，然后无意间就会发现说，哎，这只猫好像我以前养的猫，不但它已经走了，他说，哎，真的好像哦。然后我在看到照片的时候，发现，哎呦，真的跟我们家猫很像哎。我说，哎，这冥冥之中可能也是注定了一些某些的缘分在，所以它今天会让你又再次看到它。哇！小家猫来，还有一只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沙阡陌，最一开始它是不能被领养，因为太凶了，所以它是要被原放的。然后因为没有人可以跟它就是互动是 OK 的，因为它会咬人。然后那时候跟动物之家那边的小姐说，因为我们也跟它很熟，我就说不然让我来试看看好了。然后我花了大概1.5年的时间去跟它互动，那互动完之后，它才愿意到这个地方，然后让大家也可以摸啊，可以排屁股。所以一开始原先的时候，我们手都被它咬，要咬好几个洞，然后都会流血，所以都要戴3层。那工业用手套去跟它，慢慢的摸，让它习惯，就是让它能够感受被抚摸的这个感觉，对，然后慢慢喂它吃东西啊，然后拉近跟它之间的距离，它才愿意相信我们这样子。到现在它非常撒娇，到现在你跟它讲沙阡陌，然后它就应你的名字，对。第一次接收到第一只猫是在很小的时候啦，就是那时候养了一只猫，也是折耳猫啦。那个时候因为是亲戚送的，然后那时候养到现在，其实它已经14岁了。我自己本业在做陶，然后有一些猫咪的一些动向啊，一些动态跟他们一些的肢体动作，会对于我们陶艺家来说带来很多灵感。做陶其实往往就是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他们带来的陪伴也同时会带来给我们许多的一些启发的一些灵感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很多像猫咪的一些作品啊，一些动物的一些作品，其实在茶具上面可以做一些点缀，可以凸显出不同的特色这样。它打一个哈欠的感觉就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慵懒，那他们互相依偎在彼此的时候，又有时候会互相理毛，同时我们会感受到非常温馨的一个画面，也会带来给我们心灵上面其实特别的疗愈啊。然后现在我刚刚拉上拉下来这个动作，就是在把土味就是到正中间的一个位置，然后有的人会在外面去做一些变化，那这些线条上的变化是也可以在我们就是修胚之后再来做一下。
我爸爸这一行就是做陶的。我六岁的时候，小时候就是开始就已经会拉胚了，就是开始会做一些碗啊、盘子啊、花瓶、花器、瓮啊这种小杯子是都没有问题的。有被记者也是有去问过，就说：“哎，你那么小怎么会做这些陶艺？”这样，其实那时候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啊，那时候就是镜头来就是直接开始做的这样。那我从小是跟我爸爸麦存亮那学习，还有我叔叔麦志同学习。因为我叔叔他是个人是会去查一些资料啊，去看一些别人的一些做法，他就会分享一些比较于传统之外的一些技巧，然后传达给我。那我爸的话，他就是比较传统的根基很稳，其实他们蒙着眼睛，他们都可以拉胚的。我叫麦传亮啊，我是南山美工陶艺第一名毕业。民国74年第一名毕业以后呢，就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做头假头啦，无什么大前途，只要卖好利好多就好了。像台湾来讲，因为它思想比较豁达，所以每个人在个人创作的一种方式呢，就很多元，那可以自己发挥。那我是说，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陶瓷来记录我们的生活，又可以拿来用，我觉得是非常务实的这一面。最重要的是说，它可以当做一些创作的一些表达。那这里做了30多年，阿仁呢，我们这里2000年开始对外在做教学，所以他耳濡目染啊，就会我们教他拉胚，他也会拉。那学生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可以教他们拉胚啦，还教得不错，他就有这方面的兴趣。那所以说他又读那个视觉传达，他硕士论文也是跟我们窑业相关的。那我觉得他是很乐观、很多才，脑袋很灵光啊。那我自己本身的特色，因为我之前有接触过水翻流，所以是会把自己的一些作品会融入一些水翻流的一些元素在里头。那本身也会做一些比较自然形态的一些像茶碗啊，然后器皿啊，还有一些杯型，然后比较符合自己的手感。水翻流它的做出来的感觉其实大多会比较偏向于就像我们讲的树脂感的那种木质感，它比较像仿生壶，它很像那种我们像自然的这种木纹啊，这种感觉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木头做出来的工艺，其实实际上它是陶艺，它的艺术的这种感觉会胜过于它的真正的实用性。那在于施釉上面也会有比较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创作，有时候你随心的那种感觉，其实抱有的随缘的那种感觉，那你出来的作品有时候往往会让你意想不到。以前对于想要卖作品这件事情就是很热衷于这件事情，然后会想尽各种办法，因为以前也是留长头发、啊、然后还留胡子，这样哪一个艺术家不留长头发？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秉持了20岁留长头发留胡子，然后大家看我像40岁这样。从以前经营到现在，其实也随着心态慢慢在做转变，因为接触到许多人，在跟不同的人再去做讲解这些故事啊，这些做法，这些传统的一些文化上面，其实在讲的同时，其实自己是身体是不断的一直在吸收在学习的。那所以随到后面越来越长的时间，其实后来发现其实好像只要静坐在那边，那没事的时候我就在泡泡茶啊，如果客人想喝就让他坐下来喝茶，其实就是保持着一种就像交朋友谈天的一种谈心的这种感觉去做一个交流。我从2014年从第一次去到厦门参加那边的文博会，然后到天津啊，到北京，到深圳、广州，然后到青岛，然后还有到吉林长春，还有到最北边的黑龙江哈尔滨，然后到内蒙我也有去过。那其实去过中国各个地方，其实最主要我们是想要传达的一种是文化的精神，我们把这种传统的文化工艺呢可以传承让更多人知道。很多客人都蛮有趣的，因为他看到我们的作品，然后发现哇，你这个价格，这个可不可以再低一点？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价格也是给你蛮低。然后第二天来，他跟我说，麦老师，
我回去的时候，哇，我想了一整个晚上，我做梦都梦到他，所以我今天早上又跑来了。我想说，哇，真的会有人这么喜欢一件作品，然后就会发现说，这之间的成就感啊，还有喜悦的这种感觉是说不上来的。对，好像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展厅，那里面有我跟我爸还有叔叔之间的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特色跟他们自己的故事在。像这只虎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很像一个吃螃蟹的一个螯。那这个螃蟹的螯，那时候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我爸就想说，因为我那时候在剥壳嘛，我就把这个壳剥得很完整，然后我想说，这个壳还可以干嘛用。然后我爸那时候就突发奇想，就想说把它结合在一个茶壶上面。因为螃蟹的脚，我们讲叫大蟹小蟹叫不言蟹，好，所以送礼要送到别人的心坎里，所以就是希望表达谢意的意思。那这个螯也代表着独杖螯头的意思。好，那上面我们有像的一个绿松石，那这个上面也有刻着篆金的一些文字在。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件作品不仅拥有了一些文化的一些意息之外，还结合了生活。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作品呢，就像是一个猫。其实这个猫其实就是在他们打太极的一种意象的感觉，形态要很自然的这种流线感，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再结合到这种传统的这种艺术品上面，我会觉得说它有它的收藏价值在这样。那因为猫很闲啊，人很忙，那我们怎么忙里偷闲？你要下去了吗？啊，你要下去了，下去了。我们接触到武术里面有讲到太极拳嘛，你看他打太极拳的时候，他动作都比较缓慢，他是练气功嘛。所以说在古代记载里面有讲到是说，迈步如猫行，行如捕鼠之猫，是太极拳的概念是这样。那进的时候静如山岳，动若江河，他动的时候很快，你看他抓老鼠，老鼠他跑掉一勾就回来了。所以说我们去了解他的特性以后，就透过这些元素当作我们创作的题材。有人呢，他在猫咪这块呢，他是非常用心的。他的猫咪的特质，他研究的非常细致。比如说，他应该吃什么饲料会比较好？尤其是公的，应该是吃少盐的部分。他特别是比较讲究，所以买比较不一样的饲料，你会分开饲养。他是顾头顾尾，很多的相关的书籍，他也去研究了。这是我对他的一种期许，希望往更深的里面去走。你要走要比别人更专业了。其实是还蛮乐在其中的。一开始其实在猫谷刚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纯粹是就是因为自己喜欢而弄了一个这样的环境，所以这时间一直在走，然后其实也是慢慢的都上了轨道之后，其实能够感受到说，其实大家对于猫咪的喜爱啊，然后对于这些作品的一些热衷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自己还蛮乐在其中的，因为可以一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有猫的陪伴。